大家好，今天我跟我的归出来的拍戏的搭档一起拍一个广告。Hi. 你觉得学普通话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他是香港人，应该是儿化音吧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要多练习呀、啊。但是因为你会广东话，你觉得学普通话很难吗？也不会，因为常常听普通话的歌曲还有电视剧，如果唱歌会更好。对，他唱得特别好。不不不不不，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呀？发音吧。我觉得学词汇是很正常，需要时间来学、但是发特别标准很难。这个我担心，不管是多长时间，我还不会说得特别标准。但是我会尽量的，一起努力，尽量的，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。